妈妈快递要做什么？不能超过你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来撞我，你要走最外边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会跟一人圈一下。我开太快，所以你开就可以进去。你不是一人一圈啊？好了，换我了，来上车。哦，妹妹下车姿势真淑女、欸。我来跟你比，不要跑了，不要了。Go！ 没有那么快。看我的！哎呀，你真的很危险！啊，妹妹，真的！啊，妹妹太快，三轴晃到了。回正，我们看一下那个软脚虎骑这么慢。哦，还有牙车吗？啊，小黑豹还在前面啊！还是我最不会的地方。先刹左边，再刹右边。哎，没人跑进去。啊，sorry。被妹妹骂了啦，说我吓人。换我骑了，等等后我戴好帽子，这个时候要戴帽子。帽子正手村，要骑臭屁，臭爸爸，臭爸爸，我要骑这个，爸爸你要跑了啦。没关系啦，不用用跑的啦，我骑很慢的。真可爱呢，会人撞。我卡住的啦，别溜了。你会卡住的啦，等一下啊。这个不够滑。你体重可以啦。我怕我裤子勾破。没关系啦，再买一件给你就好了。我脚都软了，我想要看。好啊 ，Go。
看，我就说你自己会滑，他自己会带刹车啊，他没有那个胆啊。然后你看，啊、哦，脚会开，脚开才会溜快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了，等一下，我还没，好，那我先踩，我这踩还没踩，好，好别扭。钟声响完到了。